起来，拿到了吗？拿到。麻队，让我把药送下去，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，之后都听你的，行吗？求你了。你俩跟他上去。谢谢。 江东啊，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药给你，给他打，快！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这种药品医院是有规定的，你快别说了，赶紧打吧，不能打，真的。 小暖，为什么不等一等？都怪我，都怪爸。 太君，啊，太君，小暖怎么样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给他打的那针富含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，可能以后都有依赖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办法，啊。太君，这几天你把队里的事放一放，照顾好小暖。 带我去找你马队长。是。谁给你的胆子放走干天雷的？不让你干什么，你非要干什么？太君，我走啊。 太君。 太君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。打开了。
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，虽然这事儿不大不小，但是你怎么连最起码的规章制度都不懂呢？啊，起码的流程你也不懂呢？我还有，你这么做跟越狱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没办法，我女儿。他没办法，你说说。天雷被隐去的那个，坐下说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天雷被隐去的那个东家养殖场，跟刚刚那个南岸码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。根据李克和小姨的审讯结果，可以知道，南岸码头的那些货。是从东郊养殖场散出去的，天雷也是被人引过去的，由此可以确定，在咱们赣都，确实是存在两股犯罪势力，一波是缅川的谭家，一波是凯撒旧部。东郊养殖场被老熊击毙的那个人，说他们是从缅川来的，所以应该是谭家的人。其实这是转移视线。就说之前那个神秘的举报电话吧，一直点的都是谭家的炮。之前我还不敢肯定是凯撒的旧部干的，但是南岸的码头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想明白了，合着是两股势力都想借着我们的手把对方给拔掉。凯撒想搞谭家的时候就给我们打举报电话，谭家在他们的货上标上凯撒的标志，这样。或即便是被抄了，也可以把我们的视线转到凯撒的头上。有点意思啊。他们还想干什么呢？表面上看是互相点炮，以此达到抢占地盘的目的，但实际上整个事情都是围绕着天雷的，天雷才是整个这一些事情的主角。南岸码头的事情我不知道。但我怀疑给我解药的那个人，应该是凯撒旧部那伙的。说说。禁毒支队的。什么情况？不是熊队带上来讲吗？怎么他们在？不知道，先进去看看。那个碰瓷儿老头儿，跟红车上的金链子是一伙的。对，我刚从医院出来，这个金链子的车就盯上我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！那老头就更不用说了，除了他，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在我身上放东西。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，金链子给我解药的时候。随口一说，这是特效药。连医院都需要化验过才知道的事情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他们能够拿到特效药，说明他们对谭家极为熟悉。对谭家如此之熟悉，除了他的死对头凯撒之外，没有别人。也正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盖小暖中的是什么毒，所以玩了一招借刀杀人，吸引你。不对。吸引我们去把东郊养殖场这个点给拔了，也就是把谭家的点给拔了。凯撒的下属把你从医院里救了出来，顺手又点了谭家的生意，然后把特效药又送回了给你，顺水做了个人情。凯撒的人是不想让你死，他为什么不想让你死呢？那就说明你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，东西。嗯，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但是如果我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那就好办了。同意。你现在啊，是处在了谭家和凯撒的中间，两家都盯上了你，你的危险程度也在加大。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现在对我们非常有利，
抬举的意思是让天雷做诱饵，引蛇出洞。就怕他们不惦记我呀。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搞明白，栽赃陷害天雷的是陈月亮，对小暖下手的也是陈月亮，谭家跟天雷有仇，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，而且对小暖下手，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，不更解气吗？他们现在是在利用你对小暖的情感做的连环套。现在看起来这个陈月亮是个核心人物，我们要尽快的抓到他。只要能抓到他，谭家的一切事情都会浮出水面。我已经派人24小时蹲点了，只要他一露面，肯定拿下。老姚那边你还得回去，这事儿虽然不大，但影响太不好了，我们总得给人老姚一个交代呀。现在我们是鱼钩，你是鱼饵。行吧，那小暖那边放心，有我们在。注意安全。哎，上回跟你说立功那事儿还要吗？哎呀，行行行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立大功啊，你都不要？真的？